上一下层长老化缘已尽，如波夷丸，法海周成，人天湮灭。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和敬仰的心情在这里举行追思活动，共同缅怀长老一生的行愿与功德。现在我宣布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怡晨长老四级追思会正式开始。怡晨长老四级后，党和国家分别以不同方式表达哀悼，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发来唁电表示悼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对怡晨长老逝世表示哀悼，并送花篮表示悼念。全国政协原主席贾庆林发来唁电表示悼念，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发来唁电表示悼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对怡晨长老逝世表示哀悼，并送花篮表示悼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送花篮表示悼念。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白立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泽东或发来唁电或送花篮表示悼念。出席今天追思会的领导有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延通、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晓军、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巡视员楚友奇、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林生、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黄茂恒、湖南省民中委主任徐克勤、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宋雷明、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中局局长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纳灿、全国政协民中委综合处处长张敏、江西省民中局副局长王希贤、中共九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奇志、九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敏、九江市政协副主席严平、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李友金、中共永修县委书记用炯、中共永修县委副书记县长郑少、庐山西海管委会主任于先奎。出席今天追思会的全国佛教界三大语系诸三大德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学成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帕松里龙庄孟副会长、永寿副会长、永信副会长、民生副会长、如瑞副会长、新城副会长、纯一副会长、正池副会长、应顺副会长、真情副会长、眼觉副会长、普华副会长、静波副会长、明海副会长、东宝众巴副会长、泽务副会长、咨议委员会淮善副主席、刘威秘书长、惠庆副秘书长、洪渡副秘书长、仪仗副秘书长、秋爽副秘书长、纯文副秘书长、普正副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向学副院长。来自港澳台佛教界的诸三大德有香港佛教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洪明法师、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宽进法师、台湾中台禅寺副住持建武法师一行其人。来自国外佛教界的诸三大德代表有日本林济宗妙心寺派灵隐院住持泽竹秀兰长老、日本阿含宗代表洪峰、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副校长沙威长老一行四人、美国国际华严会会长陈少功、马来西亚如定法师、澳大西亚
澳大利亚妙净法师。出席今天追思会的学术界代表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真文教授，参加今天追思会的还有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静安县、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有关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来自全国佛教界有关团体、寺院代表，来自韩国、日本、泰国、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佛教界代表，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佛教界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各部室负责人，中国佛学院各处室负责人，江西省佛教界代表，海内外佛教界四众弟子，宜城长老生前友好家乡代表及弟子代表。为了表达对宜城长老的追思和缅怀，请大家向宜城长老法体默哀一分钟。默哀毕。现在请江西省政协刘晓庄副主席宣读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发来的唁电。中国佛教协会江西宜城长老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宜城长老一生潜心佛学，信仰坚定，修行严谨，心正平和，慈悲济世，是我国佛教界德高望重的爱国爱教的典范。长老在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积极推动佛教团体建设，大力培养中青年佛教人才，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为推动当代佛教健康发展，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第10、11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第2、3届副主席，多次参加调研考察和对外友好交流，积极参政议政，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促进宗教和谐团结，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佛教信众以宜城长老为榜样，加强戒律修持，弘扬正信正行，庄严国土，利落有情，发挥佛教积极作用，为国家繁荣昌盛和社会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俞正声，2017年12月22日。宣读完毕，感谢俞正声主席的亲切关怀。现在请国家宗教事务局仪师王健师长宣读国务院刘延东副总理发来的唁电。中国佛教协会京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宜城长老圆寂，谨致深切哀悼。宜城长老是我国佛教界领袖，秉持佛教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
团结带领全国佛教界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开展对外交流，团结广大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典范。长老温良谦恭，志行高洁，毕生弘法立生，努力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致力于传播佛教慈悲济世理念，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佛教界人士和四众弟子继承一乘长老遗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定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全国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刘延东，2017年12月22日。宣读完毕，感谢刘延东副总理对宜诚长老一生的高度评价。在宜诚长老逝疾治丧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宜炯、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卓安、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新社、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刘奇、江西省政协主席黄跃金、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有关省级领导以及省级老领导、国家民委原主任李德珠、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叶晓文、原副局长齐晓辉、江苏省政协原主席张连珍、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赵文、中共九江市委书记杨伟东、九江市人民政府市长林冰洋，也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宜诚长老逝疾的哀悼。发来唁电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等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亚洲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联合国卫塞节国际执委会等国际友好组织，以及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全国基督教两会等有关兄弟宗教团体。宜诚长老逝疾治丧期间，收到来自全国各佛教团体、院校、寺院、个人及有关组织发来的唁电共120余份，收到有关高校或学术机构发来的唁电近10份，收到来自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不丹等近20个国家佛教领袖、佛教团体发来的唁电共56份，收到港澳台佛教界发来的唁电共10份。此外，还收到海内外佛教界领袖、有关团体和组织、寺院、个人敬送的挽联110余幅。在此，谨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向发来唁电敬献花篮、花圈、挽联，并在治丧期间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党政部门、有关组织、佛教团体、寺院及个人表示感谢。宜诚长老是江西佛教界的卓越领袖，生前为江西佛教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有请纯一法师致追思词。
双林同悲，雨露宝忏僧卢庆，鸠岭忽返，云在青天水在平。坐断青山围，云回路更微，发开孤园，路白五弦灰。以墨行相伴，共兰受宝衣。人间尘古道，巍峨是方飞。各位领导，各位法师，各位诸山长老，海内外大德家师生前友好，恭维我国当代佛教领袖、著名高僧、一代禅宗巨匠、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九届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第二、三届副主席、世界佛教联谊会名誉主席、北京法源寺、江西静安宝峰禅寺住持、江西云集山真如禅寺退居长老一城恩师，曾荣获缅甸政府最盛大政法放光杖勋章和斯里兰卡红法功勋奖、红法旗帜奖。家师上一下层长老安详世纪陆大涅槃，山已洞窟，四众悲歌，山河垂泪，草木含悲，禅林花谢，人天湮灭，波日周沉，巨星陨落，法柱请提，五洲震道。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重、无比崇敬的心情，相继在天上云集。家师上一下层，驻息半个世纪多的禅门祖庭真如禅寺，庄严的举行基师圣赞法会。在此，我仅代表江西省佛教协会和万千同门弟子，表示沉重的哀悼，寄托无限的哀思。禅门祈寿，江西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第二、三届理事会会长、静安宝峰寺方丈、云集真如禅寺退居方丈一城长老一齐抱敬，田隐桑林。于佛历2561年系师丁酉年11月初四，公元2017年11月21日丑时，也就是1:36:12安详世纪，舍报涅槃，常乐我净，法化圆满，世寿91岁，身纳68载，戒纳61下。家师俗姓周，名云生，1927年2月初2龙抬头日生于湖南长沙，1948年朝山礼佛，在四川乌尤市建大型宝殿佛像庄园，颇有所悟，闲记口瞻巨圣一首：今来乌尤市，皈依古佛前，炉内香烟渺，毫光照大千。表明立志向佛的初心，拉开了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生序幕。4年6月，与湖南长沙喜新庵李尚明下新长老剃度出家，法号一城，字悟圆，从此顿济禅门，饱参饱学，由得虚云老和尚赏识。1956年赴云集山参礼虚老和尚，同年11月于广东南华寺受具足戒，后返云集山协助虚老呼兴真如禅寺，践行百丈禅师一日不坐一日不食的祖训，农禅并重，精进禅学，从任知客师。家师不忍圣教衰，不忍祖庭荒，不忍众生苦，毕生以呼兴祖庭
建寺安身，培镇中风为己任，兴筛济结，合丹增门，高塑法藏，复兴大小古刹十余座。1957年至1959年间，虚云老和尚分别带时任真如禅寺住持的幸福和尚和香港官本和尚，授予家师云离维养宗第十代、林济宗第45代禅人，赐法号眼心和长庙。为了勘验心迹，虚云老和尚每一举向上一招，勘验其心，前垂家师，令其顿悟心地法门，做宗门之砥柱，为四正之精良，并嘱托家师成修马祖道场宝峰禅寺。1959年，家师与慧生长老等四人亲承虚老遗命，保留如来衣领袈裟，勿令佛整断绝，敢为浊世明灯。于十年浩劫间，他们历尽艰辛，誓不下山，以野菜充饥，继续参禅抄经，应功不坠。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家师与悟延等诸上座共同发愿恢复城镇云集禅堂，延续祖师留下的宗门一枝香，与扬州高敏寺一道成为全国宗门标杆。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恢复落实，家师再次发挥工程技术方面的专长，与诸长老复兴真如禅寺，背落南垒，殚精竭虑，正是古刹成光，中风再振。1985年，龙应真如禅寺住持远程达摩六祖之禅脉，尽续百丈马祖百丈之宗风，直禀虚云长老之家风，重整修订真如禅寺常住规约、课堂规约等系列规章制度，登参下学，四方学者纷至沓来，禅风远播。新修禅堂落成以后，在原有每日四支香基础之上，增加至14支香，使真如禅寺成为全国佛教界道风正、规矩严、农禅好的样板丛林。1992年，又秉承虚老遗嘱，主持恢复马祖道场宝峰禅寺。他兴办禅堂不遗余力，嘉慧禅和孜孜不倦，慈悲内悟，分本混皆能，行化南北，法流海内外，实乃一代禅门巨匠，堪为四正导师。复兴禅堂，挂钟板，授规矩，禅心法，开正法之眼，演微妙之音，公布堂间，资素供养，各界同亲。家师数十年如一日，助政自身建设，畅行以戒为师，助政道风建设，坚持中佛教中国化方向，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坚持领证新修，出波劳作，早晚克圣，东参下学，布萨圣戒，节下安居，率先垂范，树立了以戒为师、勤修三学的宗师风范。住锡云集期间，立规3年一期戒，年年有禅期，高塑戒藏，少龙佛整。早在1996年，中佛协教职工作委员会上，家师就大声疾呼，扎好禅戒是系佛慧命的关键所在，是提高四正素质、培养佛教后备人才、少龙佛整、系佛慧命的大事，必须除格弊病，扎好禅戒。在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后，临行前能以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的身份嘱托我会同仁，要保持江西佛教良好道风形象，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风建设大普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当前佛教界来说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他指出，今天我们特别念珠以戒为师，并非是权宜之计、治标之举，而是基于戒法是佛法的根本，亦是顺应时代的要求，主张组织编撰了以戒为师、禅期仪规、禅期等关于佛教道风建设和禅修仪轨的著作，制定和修订了系列全国性佛教规章制度，为加强教制建设、提高佛教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承正道风，保持佛教精神本色，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家师一向重视佛教教育和人才培养，爱才、惜才、育才，桃李满天下，剃度弟子近百人，受法弟子200余人，皈依弟子数十万之众。他指出，以教育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寺院教育、居士教育培养合格佛教人才，是佛教兴衰成亡的关键所在。为了培育江西佛教生财，西湖会命，他上下协调，不辞辛劳，于2000年在宝峰禅寺复办江西佛学院，确立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学修一理化的办学方针。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为中国佛学院新校区选址奔走呼吁，倾心倾力。即使在卸任中佛协会长后，病症期间仍然心系佛教事业，捐款200万元支持中国佛学院新校区的建设，还率先捐资30万元用于中国佛学院教材编写工作，并以各种座谈会、文教专委会、现场调查等方式促进佛教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特别关注青年学生的成长，经常深入学生中间谈心指导、言传身教、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同时倡导讲经交流活动，发现和培育青年生才，引领全国佛教界逐步形成学习经典、研究经典、先讲经典的良好风气，引现了一批立志弘法立僧、善于讲经说法的优秀青年生才。2002年，一生长老接过赵朴初会长的接力棒，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作为第四任会长，任期8年来，特别注重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开展地外联谊，加强自身建设、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教制建设、组织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也因此日益成为深受三大语系广大信众爱戴的佛教领袖，德高望重的爱国爱教典范。秉持佛教慈悲和平的教义，致力于海外联谊和地外友好交流事业，2005年与两岸三地佛教界八大长老共同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论坛的倡议，倡导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的新六合精神，呼吁世界各国佛教徒联合起来，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任期内连续举办了2届世界佛教论坛，对于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和世界佛教目光聚焦中国，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佛教舞台的中心，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全球佛教徒学习的榜样，将被永远记思和怀念。为加强中外佛教友好交流，增进我国佛教的国际影响力，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的福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家师秉大悲愿、慈悲为怀、热心慈善、拔苦与乐、发扬弘法式家务、立身是事业的优良传统，
积极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常告诫我们要以慈悲回报社会，报国土恩，报众生恩，是佛教徒知恩报恩、慈悲济世、无我利他的积极人生观。他如是说，也如是行。在江西期间，加氏发挥政协参政议政的职能，倡议修建了从江西隐修到静安三间的公路，并个人带头兼职助力山区脱贫致富。当地人们亲切地称这条公路为佛光大道，还在隐修发起兼职新建了希望小学，以佛教慈悲济世精神造福乡里，广结善缘，多次强调慈济和奉献的精神要在佛教界大力倡导，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获得社会的认同，才能更好地立足社会。他以大悲心同行躬行无助布施，面对非典疫情、西南雪灾、汶川地震、印度海啸等灾情，号召佛教界发扬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菩萨精神，捐款捐物赈灾救难。他经常将信徒的供养金捐赠公益慈善事业，一切功德普皆回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加斯为生68载，含辛茹苦，披荆斩棘，借诸圆润，沉定躬身，垂患丛林，即使在病重之中，依然保持了沉者的超强的意志力。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令医生和见证者赞叹不已。医生保论平常心，一谈和气两袖清风，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纳子，不因时空和岗位而变化，温良谦恭、清正平和的人格魅力始终如一，默默奉献服务大众的本质始终如一，续活惠命、广育生财的愿景始终如一，以戒为师、农禅病症的家风始终如一。他悲智伤运、垂患后婚、重信重行、利落有情、复兴祖庭、愿力老而弥坚、坐坐病症、搬财运喜若能禅、朴实无华、百纳僧袍数十秋、身熟弟子、桃李英才万千、教外别禅、禅和心印无边。一生长老，一生爱国爱教、知恩报恩、自求佛道、勇猛精进、经历磨砺、历经磨砺、矢志不渝、勉力承担、默默奉献、慈悲济物、忘我利他、积功尽瘁、奋斗不息、信仰坚定、三学圆明，在海内外佛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世众的敬仰和爱戴。他为中国佛教事业殚精竭力、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的心力，功德巍巍，永不磨灭。他的圆寂不仅是我省佛教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佛教界的一大损失。他的爱国爱教、无私奉献、悲智愿行、高风亮节，是留给我省佛教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思莲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做无常观，立大志，发大愿，行大恒，学习和继承他爱国爱教、同愿同行的国家情怀，学习他温良谦恭、清正平和的人格魅力，学习他以默动静、率论天真的纳子本色，学习他志行高洁、纳言笃行的长者风范，学习他知恩报恩、勇于担当的菩萨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佛子情怀。
学习他恪守祖训、沉寂病症的修学原则，学习他安贫落道、农沉病症的优良家风，学习他卢梭修行、穿破话头的朴实宗风，学习他忍辱精进、平等圆融的禅门品德，学习他无私无我、心怀全球的广大悲愿。恩师，我们赞叹您无量功德，感念你法鲁深恩，意念您严惩身教，祈愿您成愿再来。我们要再次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您无私的崇高品德，学习您无助的沉着情操。愿诸同修提振精神，时不我待，勇于担当，以您的悲智愿行张延国土，利落有情，把您开创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继承下去。在此感恩中央和各级领导始终如一的大力关怀，尤其是在恩师病症期间给予的点点滴滴的恩情，我们将永远铭记。感恩至上期间高级领导的正式关怀与协调，感恩国际佛教友人表达的沉重哀思，感恩主办单位中国佛教协会学生会长和三大一系的教界同仁，感恩所有为家师的居士会付出辛勤劳作的人们，感恩与会大众。我和陈文师弟等同门仅代表家师座下所有的弟子和学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发自内心的感谢。今者家师所作已办，化缘周期，流水悠悠，沉林花谢，菩提果园生灭灭已，寂灭为落，宗门顿时名师，四正痛时医护，现前大众望慈龙而哀泣，施法鲁以兴悲。这一些莫能表怀，仅以我心化作小诗，倾听云间，寄托无限哀思。佛陀的世界像云一样渐行，从空虚到圆满，从发堕到清贫，从少年，从善良的少年到一名工匠，从湘江的一个小镇一个地名像云一样懵懂，是您亲手建造的那些美好楼阁和庭院，在那里爆木花的清香和瓦檐的雨声里，你听到了空的声音。鹿野苑在哪里？远方江右，有他山，有水，有四大皆空的鹿鸣。1949，一个大地震动的年代，芒鞋穿过颠簸的原野，远行去有云的地方，云霭清幽，有年迈的导师在第一声迎着，从渡江的达摩倡导一花一叶，从白鹭苍苍倡导草色青青，没有苦难，没有重物，就没有重物，没有晦气的佛塔，就没有万物清醒。当所有的岩穴洞深锁，所有变成了乌有，当麦麻之不颤遇到了无名烦恼，只有坚韧
高于山峰，那子曰之子，那坐下菩提，那些波澜古老的故事，一瞬发开，一瞬的云卷云舒。你说你在这里体验光明，佛陀的世界像云一样的前行，无声无息都保障。如六祖坛经像农民一样的公正，像盐如一水，你与六行像不迁的老人，生灭生住一灭，云间的事开始复活，坏空成住，马祖的根苗又在重生，从虚空到饱满，从因到果，从败坏的地方重新建起，谁都能认识你，因为你能认识万物。无论行香的脚步，还是垫脚的风铃，还有更遥远的，来自那诺兰陀的风，他们在青楼的赞叹菩萨友情。而你的世界更广大，黑暗风大，只有更广大的灯，年逾八旬的钟摆，渡河相向。你说这世界还要多一点澄清，南方北地西欧东瀛，那一北界挂满露水和繁星，慈悲喜舍。但世间还有那么多苦难，你说我们需要一点点和平。今夜路野边的杜桃依然张严，真如禅寺里的梵呗语迎口张声，四大皆灰烬，而灰烬幻如彩云，顶礼我的导师云一样的前行，请不要真的远离伟大的导师。我的慈护接受我虔诚的顶礼，请接受我无尽的感恩。那么最上师宜春长老生于湖南，生前非常关心湖南社会发展及佛教事业的恢复。下面有请宜春长老家乡代表、湖南省民中委主任徐可勤先生致辞。尊敬的学生会长、各位领导、各位法师、各位信众朋友们，今天在知名爱国宗教人士、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我党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宜春长老曾经的主席地真如禅寺举行其延期追思法会，大德一世，华音犹存，洪晃残存。宜春长老的失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依止、可亲近的大师，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爱国爱教、正信正行的典范。此刻，秦风呼手，山门肃立，人天同悲，这一巨大的损失是全国乃至世界佛教界的损失，更是江西和湖南两省佛教界的锥心之痛。同体大悲，怀着一样的心情，
我谨代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对怡城长老的延期表示深切哀悼，对怡城长老的厚德慈行表示深切缅怀，向佛教界广大信众表示深切慰问。怡城长老是我们湖南的骄傲，众所周知，湖南出政治领袖也出宗教领袖，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首任名义会长的徐莹长老是湖南湘乡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上马学啥哲下马学佛的爱国僧人居赞，也在湖南南岳参加过3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台北天主教总主教罗光、台湾前道教会理事长赵家措、台湾清真大寺教长邓中明等延吉都在湖南。显教而言，怡城长老与我们湖南缘分更深，不仅出生在湖南，出家也在湖南，离开湖南后仍然心系湖南乡亲，努力复兴湖南的佛教事业，力行慈善广济湖南百姓。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多次为湖南指导佛教工作和佛教事业的发展，还以2002年筹资5000余万元，在他剃度出家的长沙万城喜兴庵旧址重建了喜兴禅寺，亲任住持，并钦定了喜兴禅寺护国利民为根本、道空建设为核心、文化和慈善事业为涟漪的发展方针。为实践这一理念，怡城长老倡导喜兴禅寺成立了湖南省首家由寺庙发起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喜兴基金会，指导喜兴基金会建立起江孜助学、扶贫济困、环境保护、慈善人文4大公益保护体系、帮扶体系，探索出以慈善拍卖、艺术品筹集善款的成功模式，取得了丰硕成果。怡城长老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知恩报恩的一生。始终与党和政府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充分体现一位宗教界领袖的崇高觉悟和坚定的立场，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法规。怡城长老的一生是勤修三学、复兴佛教的一生，他以戒为师，精进修行，复兴祖庭，披枕中烘，慈悲济世，忘我利他，为我国的佛教事业急功近利，奋斗不息。怡城长老是理处和平、护国利民的宗教领袖，致力于海外联谊和对外友好交流事业，秉持佛教慈悲和平的教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堪称播华音于五洲，结善缘于四海。91岁的生命历程，68年的修行生涯，15年的佛教界领袖，成就了一位禅者的高贵品格，一代宗师的卓越功绩。怡城长老对湖南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永远铭记。祈愿怡城长老不舍众生，不舍湖南，道驾慈航，晨宴再来。谢谢大家。